我今天才这个蜡笔，可是那个可以吃啊。对，这个是可以吃的巧克力蜡笔。是吗？对。好。我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包装的？包装的。对。我们打开吃吧。打开吃好吗？也可以用来画画吗？不可以。姐姐说不行。它不行用来画画，那用来干什么？吃的。吃的。你等一下拿。妈妈打开。这有张纸，等一下拿来画画看看能不能画。真的不行画，这个是包装的。那你的用来吃，弟弟的用来画。你选好什么颜色了吗？我选好粉红色。那弟弟要什么颜色？我等粉红色。我的是粉红色。你给弟弟看，弟弟要选哪个？我选紫色。我选粉红色。好，我来打开。我的可以吃。现在我们来打开咯。我的可以吃吗？我是列车长，我力气很大，因为我是列车长。哇！好，完了，这个已经冰过了。我紫色，紫色是给妈妈的，你看，给你这个给爸爸。好。这个可以吃吗？先来画画，这是你的，看看能不能画画。那我们打开它了，对吧？我就说对了，这里是巧克力。这里也可是想要的。那弟弟来画画，画看这是什么颜色？画一个一。巧克力，来吃看看。你们不画吗？好吃吗？那我来画了，一。看，二，这个是可以吃的。好，三，好，那我们来吃哦。好。弟弟，你一口气全部放进嘴巴了？没有了，那要一点点吃哈。对，这个是爸爸的。那我好喝。没有，一人一条。对。这个虽然很好吃，可是这个只能一人一。条，还好有一二三四，对不对？对，四条。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可以吃的。耶、yeah, ，我猜对了，我猜对了。那可是我也想吃。对，你那也快点吃。可是想要。快点吃。我要晚上吃。你要晚上吃，好，那放在这里。我爸爸的。那晚上等爸爸回来问他。